的飞头哥。Hello， 当然这个时间邀请大家一定要注意我们自身的安全哈。那个顶桃，那个其他地方朋友看到景点都来尊贵。那么呢，也欢迎大家呢，除了在观赏我们今天非常热闹的这个泡顶西瓜，那我们也记得一定要注意我们自身。我们都有非常精彩非常特别的这个表演跟大家的每一年的来做进行。当然今天呢，也再次的感谢我们所有的主办单位，我们的协办单位共同的安排，共同在用心的这个努力之下，让我们今年的这个接驾的行台当中非常的热闹滚滚，而且呢也非常非常充满喜气。来过海岸的靠山也来下到的广山哦，好，大家也让共同的受到的龙华中水路这个 happy 这个心理马虎英雄非常的多。当然下面就是主要在以后来说我们的顶桃，今天呢我们也看到了非常多的台湾当地我们的这个独有的这个风景，在台湾当地的台湾，不管他们的新歌送给我们来欣赏的然后老妹，今天呢就是主要在以后刚才的到欣赏的这个顶桃，来说我们的这个顶桃属于我，谢谢大家，谢谢。你能长美的才气，你能觉得发刚强，跟我北港湖夜城哦。那么呢，有非常多的这个不同的表演团体，我赶快能跟着简单的高顶桃，而且我们就是我赶快能停在当中，我们的三五步就一个阶段的形态，我来给你们这个套在。那么由此可见呢，就可能很多可爱的比喻，非常的几米几多，那这个发刚嘛，料定这个摆阵，灰熊灰熊的点击，同时呢，也是受到了我们国家非常肯定的这个国家文化资产哦。那么呢，未来的传承。我们最独特的这个台湾的
的 Hi Girl 以及我们的背头哥，这个非常可爱的这段表演。背头哥你 OK 了是不是？你要不要再一首？再一首了好不好？来介绍我们的粉丝朋友，尖叫声。
续的感谢我们今年最新的一些办单位，谢谢大家，大家辛苦。一个表演。